们准备来禅修。今天禅修的主题呢，跟大家分享禅观如何出离三界。这三界呢，一般在佛教里面呢，称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呢，就是我们红尘滚滚的世间的一切。色界呢，是透过禅修、禅定进入的所谓的四禅八定的色界天。再往色界上去的就是所谓的无色界。那这个呢四禅八定这色界跟无色界呢是佛教的名相。但今天呢，我们要从很实际的跟我们身心有关系的这样的三界来做禅观。首先呢，这个欲界跟色界依禅观的方式，也就是这一颗能观的心呢，面对所谓的外沉静跟所谓的内沉静。这外沉静呢，就是所谓的欲界。欲界中的外沉，这个尘呢，是尘埃的尘。这些外尘呢，当然就是我们六根门头所对的这个六尘境，色声香味触法。那在世间当中，我们每天所经历的就是财色名食睡等等的色尘，我们就称它为外尘。这外尘呢，感觉起来像是跟我们身心是分开的，所以呢，我们现代的社会呢，众生呢，每天急急忙忙的，都是在面对这个外沉境，透过六根的名头的门头。那我们每一位众生呢，所面对的外沉境呢，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人呢，容易执着某一方面的外沉境，但是又不会执着其他方面的外沉境，所以每个人攀缘的外沉境都不同。但是呢，我们身心透过六根接触的外层呢，一触呢，就会有受、爱、取、有。这触、受、爱、取、有，就是六根对六尘一接触，就会有感受。一有感受呢，就会有喜欢、不喜欢，这个爱、贪爱、染执的爱。然后呢，就会想要取得、获得。
最后呢能够得到就是触受爱取有这样的现象。那就在这样的现象当中呢，每天在这个现象上头轮回不已。那其实呢，我们面对这些外沉境，可以用禅观的方式。这禅观的方式的口诀就是不急不离。不急就是没有住、没有着、没有执取，叫不急。不离呢，离就是离开的离，也没有离开，也没有远离，也没有逃避，也没有排斥。所以六根对六尘境能够禅观，不急不离。那这不急不离呢，就是透过我们禅观的方式，从觉照觉知能够进入如实观照的品质。这如实观照帮助我们不急不离。所以当我们现在在禅修的时候呢，很清楚明白，你们打开你们的耳根，面对这边的谈话，这个深层，目前的当下，你的禅观就是在如实观照中的不急不离，是不是这样子？不急，就是每一句话你都听得清楚明白，你并没有着在执着在哪一句话上面，它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进入你的心中。不离也没有办法离开，如果你的耳根打开来，每一句话就清楚明白的流入你的心田里。所以是在没有办法离开的一种状态，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每一句话清楚明白，流入我们的心海里，一句接着一句，又是在无助、不着、不执、不取上面，就是不急。所以这上头，你就可以好好的体会不急不离的如实观照的品质。这上头呢，它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种种的外沉境，色身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等等的，都能够用这样的功夫，用这样的品质来面对。这不急不离，不取不着，如实观照，它并不是说非常的消极的、无作为的，恰恰相反，它就像是我们过平交道一样的。过平交道，我们知道大家应该有经验，他都会写上停、看、听。这如实观照就是帮助我们停、看、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明白。因此当我们确定没有火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平交道。
所以这上头不急不离，如实观照，就有定慧的品质。的定慧当下就是一如的展现，为何？当下的定，就让我们照见、停、看、听。在没有无明妄想的状态之下，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马上能够照见、停、看、听，马上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智慧心就流露，就知道我们可以安全无虑的通过了。的定跟慧，是不是当下如实的展现了？但因为我们无始无明所造作的颠倒妄想，容易产生贪嗔痴慢疑，就像是平交道上面的没有停看听啊，自己呢就没有觉照觉知如实观照的品质，管他三七二十一，遇到平交道的时候，因为内心的无明想要赶快通过，就直接闯平交道，当然就造成种种生命上的危险。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由于无明习气造作的贪嗔痴慢疑，所以展现在我们身口意遇到外尘境的时候，直接马上就染着，就迷失，就贴上去，对喜欢的我们就攀援上去，染着上去，对不喜欢的我们就排斥、逃避、拒绝等等的。但是不急不离，如实观照，让我们当下有禅定的心，也就是当下的心清楚明白，没有无明妄想、颠倒习气、贪嗔痴来影响我们智慧心的流露。所以在禅定心品质的清澈之下，有智慧心的流露，来做种种的判断、种种的决定、种种的action 运作。这个就是在上头的不同，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这个不急不离、如实观照，它可以让我们在当下面对任何情境的时候，有禅定门的停、看、听，在那个当下心非常清净，因此智慧门没有受到贪嗔痴慢疑、颠倒妄想习气的染着，所以他的智慧门流露。这也根据每个人的因缘来展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身心面对欲界外尘境的一个面对的方法，禅观的方法。外境欲界是如此，内尘境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依然如是，也是用不急不离、如实观照的方法。为何如是呢？内尘境跟外尘境一样，众生呢，要不是染着在攀缘，在外尘境呢，整天呢，就为这些忙碌，要不然呢，就是迷失攀缘在内尘境上头，
每天被种种的念头、妄想、观念、信仰啊等等的念头所绑、所住、所着啊，不然就被自己的感受、情绪啊所蒙蔽啊等等的。透过不急不离、如实观照，我们能够把内沉静，透过觉照跟觉知的品质，清楚明白的照见，一样的，在停判厅这样的禅定门上头，当下我们就会有觉醒的心的品质流露，我们就马上可以测见我们的念头他在玩什么把戏，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如实的智慧心、觉醒的心。原来我们不需要受到我们念头的奴役，受到我们念头的摆布，不需要迷失在我们的念头、感受、情绪、感觉上头。这些都在禅观当中不急不离、如实观照之下，被清楚明白的照见，因此觉醒的心的品质一直的增长。这上头大家现在应该可以越来越明白，不急不离、如实观照的品质，让我们从欲界所谓的外沉静跟色界所谓的内沉静一直不断的所谓的解脱、所谓的出离、所谓的放下，这些名词只不过是善巧方便的用法罢了啊，大家要能够弄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六根对六尘，我们怎么有办法真正的出离呢？它都是在一种不急不离的状态。我们是急欲界、离欲界，这样懂吗？我们是急色界、离色界，这样懂吗？就是不急不离的功夫跟品质。六根对六尘境，不管是外尘境跟内沉静，它是我们每天身心运作必然的现象。但是在这一种必然的现象当中的接触，我们可以不急，也在不离的状态。好，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品质，从欲界跟色界在不急不离、如实观照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出离欲界与色界，从欲界跟色界当中出离、解脱、无助、不离，这样子你就能够照见无色界的这一颗能观的心。一般我们因为都迷失在欲界跟色界上头，所以对这颗能观的心呢，没有机会好好的认识它。这个就是跟我们身心非常有关系的所谓的三界无色界的这一颗能观的心。那这一颗能观的心，很遗憾的，它的品质是充满了所谓的无明妄想。在佛法里面，世尊佛陀为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人类的烦恼、痛苦、颠倒、颠倒妄想，都是来自这一个无始无明啊。所以这个无始无明是佛陀最大的发现，
要不然人类自始至终没有办法明白所谓的烦恼痛苦来自何方呢？为何如是说？所以才有种种的宗教认为有一个所谓的至高无上的主在那边做主宰，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他在安排的，要不然就是有所谓的宿命论等等的。但是呢，佛陀世尊在当时印度的种种六师外道印度的这个当时的这种种种的宗教呢非常的多，每一种宗教他们 local 的 religion 当地的信仰都有他一套的解释，对我们人类的这样的痛苦烦恼究竟要如何都有他一套理路的解释。但是佛陀世尊打破了种种的这一些迷思迷信他提出的就是很清楚明白众生都是被这个无始无明来摆弄，才会造成种种的颠倒妄想。所以大家现在要清楚明白这一颗能观的心，它背后的种子是一个无始无明颠倒妄想的情况。所以佛陀世尊在开悟的时候才会提到，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见得，不能证得。就是这个妄想执着无始无明，所以我们不能够照见我们本来面目，我们的如来心，我们的佛性都在当下清楚明白的展现，但是我们的展现都是无始无明，透过这个无色界，这一只孙悟空呢本身就是无始无明的化身。无始无明他透过孙悟空来展现，然后孙悟空呢老孙呢又透过他的猴子猴孙，就是所谓的色界跟无色界来迷失来轮回。好，那我们照见这一只孙悟空之后，又对孙悟空的猴子猴孙，孙悟空等于孙悟空老孙所玩的把戏都能够了若指掌，直接的透视这一颗老孙所展现出来的都是无明妄想贪嗔痴慢疑的习气，我们就能够照见原来这个老孙的背后就是无始无明啊。那这个无始无明因为是久远劫来众生的习气啊，所以在佛法的名相叫做具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我执的习惯。这个无始无明，这个无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众生都有这样无明的状态。那这无明状态呢，它就是用这个具生我执来展现。所以金刚经才说，一切的这些都是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我相就会产生法相，这些法相就产生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等的。所以因为这样无明的心地，它在我们的八意识田里面，八意识田就像是这个电脑里面的 hard drive 硬体，
他这个硬体里面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无始无明。无始无明的具体展现就是具身我执，具身我执让我们的身心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又跟随着欲界跟色界这样的外沉境跟内沉境，又产生了种种的分别我执。所以呢，我们人呢，活在世间上就一直不断的这个分别、比较、是非、conflicts， 内心的冲突、外在的冲突不断，就是这样产生的。那这一个无始无明、具身我执，在我们的八意识田，在这个电脑的硬碟里面，它是这样的，久远劫来就是如此。所以它又透过我们整个脑袋瓜里面的所谓的神经元系统，它就在那边运作。那这个神经元系统，它的资讯资料都来自八意识田的那个种子，然后我们的整个全身的细胞，每个细胞里面又有记忆，都是充斥的这样的无始无明、具身我执。所以如何呢？那如何呢？于是我们就在禅观当中一直不断的如实观照，能够照见刚刚为大家所说的佛的教法、祖师大德的体证，都是一脉相传的，这样传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教条，都不是信仰啊，它是活生生的，我们身心它的运作就是这样。不是我在这边体会是这样，不是祖师大德佛才有这样，只要你愿意真参实就，你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分分秒秒，你都能够体会到刚刚为大家所说的。所以要真正彻底的解决我们这样的无始无明、这样的具身我执的这样的习气，这样的八意识田里面，首先一定要从欲界跟色界的这一些当中来出离、解脱、无助、不急不离。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有那个 space 空间呢，去照见无色界的这一只老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看清楚，原来我们的无始无明在这边啊。照见之后呢，透过觉照跟觉知，我们一直产生觉醒的品质。为什么要这样有觉醒的品质？它就是在翻转我们八意识田里面的这个无始无明、这个具身我执啊。这个无始无明跟具身我执，它不需要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的，只要你用对的功夫，你就会如祖师大德所说的，你步步向东走，回头就是心。也就是我们这样的无始无明、具身我执，我们都是一直往这个方向，也没有机会，也没有人跟我们善知识跟我们提醒。但是现在有世尊佛陀发现了这样的无始无明，祖师大德也同样走这一条路，印证了佛陀的教法跟发现，然后从这上头，佛陀就是从这个上头觉的、开悟的、明心见性，把这个无始无明彻底的打破。
所以叫做成佛，就是成觉嘛。觉就是对迷，迷而不觉，是不是？那把迷打破了就是觉嘛，所以他就是一个觉者。那祖师大德也是一样的，用的用语叫做开悟。开悟是面对什么呢？就是不悟嘛，就是不明嘛。那开悟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无始无明这样的无明把它明了，把它悟了，不迷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让自己觉醒的品质一直的提升，也就是去翻转我们八意识田的无始无明跟这个颠倒妄想，就是从这只老孙来下手。下手的方法也跟大家讲清楚，就是老孙他所玩的把戏你都慢慢的清楚明白了，他自然而然的对你呢你这个把戏，你所有的 tricks 对你都没有，就像是欲界跟色界一样，这无色界的老孙你也一样不急不离，也是一样的如实观照，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慢慢能量就慢慢萎缩，他的威力操作控制你的威力就慢慢的萎缩，最后他的萎缩只好被怎么样，被打破了，这无始无明他就被打破了啊。那这一个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就是你要去创造这样的所谓的开悟的因缘，我们只有办法带大家，也就是所谓的善知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所有的祖师大德都经历这一条路真参实究，等到他累积了相当大的因缘，他的觉醒的品质到最后关头的那一个时候，不论是遇到善知识，或者是他在各种因缘条件之下，他都可能来打破这样的无始无明。这就是祖师大德所谓的打破这个黑漆桶，或者是打破这一条困绑在我们身心累劫累世的这一条枷锁，它就被解开了。所以禅门的祖师有这样的公案，祖师一上来就请大德说，请禅师为我帮我解脱。禅师当下就说，你被什么所绑啊？这位修行者一听马上就大悟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你被什么所绑啊，你悟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创造那个开悟的因缘，因为你没有真参实究，因为你的八意识田里面的无始无明这个我执的妄想非常的深重，给你这一些药点子你根本就喝不下去，喝下去也对你没有作用啊。那有的是因为欲界跟色界的外层跟内层还非常的重，根本就还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一听到这个你就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有的也把它当作是知识教条在那边记，它没有办法真正打开你八意识田里面的这个无明妄想，没有办法单超直入的破这样的无明妄想，见到我们的本心，见到这一颗如来心、明心见性，
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来讲说如何真正的出离三界，从欲界外沉境到色界内沉境，透过不急不离如实观照的功夫，来真正的从上头解脱出离无助不止，这样子能够照见那一颗能观的心。那个能观的心就是无色界的这一只老孙，你能够常常的照见这颗老孙他所玩的把戏，自然而然的一样的，你可以从无色界不急不离如实观照当中呢，能够解脱无色界。从无色界你就进入了所谓的最后的，一般是说四禅八定，就到了九次定的这个无漏定啊，也就是进入能够明心见性啊，打破无始无明啊。那这些就是将我们累世累劫在八意识田的无始无明所产生的具身我执呢，能够真正的翻转打破。好，希望对大家真参实就有真实的帮助，大家继续用功。